永清啊，继续来到嘉义县的达纳伊古部落，有专台湾唯一的水上餐厅，坚持使用在地食材，嘛定期来开发着新菜色，这个口感甲风味，拢充满着原住民的在地味。阿里山的达纳伊古推出梦幻的水上餐厅，要邀请游客来体验食美食、听造作的故事。那还有我们很多的部落里面啊，很多的步道啊，包括很多原住民的这些啊不同民族文化的风味啊，都值得大家一玩再玩哈。达纳伊古是嘉义老牌而且真出名的部落景点，而且伫返乡青年的创意，创造出有特色的部落体验。我们这些水上餐厅、蛙游小旅行跟森林派对精致型的游程呢，就可以带领更多的不同层面的客人引他们进来。来嘉义部落食美食，亲近大自然，真梦幻嘛，真享受嘛，邀请大家做回来体验原住民文化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乃鱼，要交给大家两个任务。第一个，华视新闻的脸书专页，你按赞了吗？还有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赶紧订阅起来，还要记得按赞，开启小铃铛哦。